王书记，今麦爸爸呾底帮罗兄真侪人家讲个真歹听，讲啥物床垫美魔女，迷恋蓝色，包养小白脸。这爸爸啦，一天到晚拢生火，我早就甲伊警告过啊。总有一天啊，伊会烧到伊家己，家己的名声拍歹去，就准倒煞。即摆连公司其他的主持人啊，业绩嘛愈来愈歹，伊就赶紧想办法解决这问题。另外，林刚，李小姐，你来啊，你请伊无用。小姐，来加油！多谢。你等下，啊，拄只你伫电话中甲我讲工课的代志，唔知系甚么款工课？你刚听你讲，你在找工课啊？唔知啊，找了安怎？老实讲，不是真顺利。毕竟已离开台湾一段时间啊，虽然够有知名度，但不过跟较早比起来，真正差就多。你爱对你家己有信心嘛？其实我问过真侪人，大家对你的印象拢真好啊。今仔请你来啊，是想要问你，唔知影你敢有兴趣来阮公司试看卖？啊。我听无行动的意思呢，你讲的是甚么款的工课啊？来做购物专家。购物专家？你哪去想到我啊？其实阮乡啦，拢真欠这方面的人才啊。而且我感觉你小姐，你真有气质，笑起来真水，真迷人。所以我希望你会当考虑一下，来我们公司做主持人，来推销产品。也不过我无这方面的经验呢，我惊会去造成你的损失。袂啦，你放心。其实我调查过啊，你本来就有固定的粉丝，来当为这个方面啊去规划，来推销一挂你有兴趣的产品，我相信啊，一定会有袂歹的成绩啦。而且一开始，我会当开一挂时段来试卖，若是状况袂歹，咱就继续。到时阵啊，你若是无介意，随时会当离开。你感觉安怎？虽然我唔是真有把握，也毋过我愿意试看卖啊。多谢兄长给我这个机会。真好，那呢就祝咱两个合作顺利。等一下。